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还完没完？您今天要多写点。为什么呀？给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呢，每人写两个字或者写一个词啊，说一下我们的缺点。于老师就别写了，这必须得写。于老师那我这写一地都是。岳云鹏的缺点是吧？可以改进的那种。其实现在啊，咱实话实说，你还真是没什么缺点了。哎，嗯，哎呦，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嗯。我给你编一个缺点啊，嗯，对，师傅，你看眼泪差点掉下来，真的呀，真的真的，嗯，就这么多年，我们就骂着过来了，就是突然间就，突然间得到认可了，突然间长大了那种，哇，天哪，嗯，这眼泪那么快掉下来，不是演的，哥，这是什么命？挺感动的，那个感觉，真是现在没有什么大毛病啊。一个郭麒麟，一个岳云鹏，其实我就是没夸过，因为大林也是在我印象里基本没夸过，嗯，多好也得骂，嗯，所以说去年演牛天赐，我到台上去抱了他一下，就哭得不行了。说一个你现在的缺点吧，啊，嗯，饮食不能老吃饺子。注意营养均衡啊！好嘞，嗯，酒量其实还行，不要那么唯唯诺诺。唯唯诺诺哈，不好。张鹤伦是不能再胖了，他是不能再瘦了，因为我外甥来了。嗯。还有吗？行了，今天都设计的怎么个玩法？我要带他们去划船，带他们去漂流，带他们去足球，反正很多。我跟你大爷，我们俩也漂流是吧？漂流，一边漂流一边踢足球。哎。对，得了，那我们咱走啊，出发，走，出发了，走，玩去了。这回说这团建这个，我乐了，咱们也没团建过。啊，说怎么着，咱们把这回搞成团建了。这回看看岳云鹏啊，有什么幺蛾子？是，哎，他这里边他肯定有事儿，啊，单个叫出去，对，说事儿，弄得还挺神秘啊，还都不与互相串供。对。你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啊，懂得不少科学知识。安排的真棒，沃尔沃的 XC60 就这车，又安全又有气派，开着还特别的轻松，坐得特别的舒服，真是享受啊！怎么样，感觉？棒棒的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团建的精髓是什么吗？就是走到哪儿拍到哪儿，我们现在出发了啊！咱这样，一会儿啊各自发一个微博，到时候看谁的转评赞最多，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他一命。来，微博发起来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就是说咱们得发一个微博是吧？嗯。要发微博啦。发完妞，那个支持我，支持老秦，支持老秦的也都能支持我，哎，好吧，我谢谢转评赞，我们两个人。哟，人家吧，你看人家还是机灵，王九龙录一视频，人这都是机灵的地儿啊。看来咱们这次到了，下车了，走，一块儿，辛苦师傅了。这么热，我们上去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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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上来就跟不是是每个都跟着吗？怎么了？哟，这怎么意思？这他拿着水枪呢？他跟上咱们了。哦，没事。我也有武器，
掏出来吧。走走走，再跟人似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鼓励多是吧？鼓励鼓励，带的干粮和水给咱拿的。鼓励鼓励，我背你啊。小谷，小谷，辛苦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热了，赶紧赶紧回，下班下班。小谷，再见。小谷，找个地方歇会儿，快去快去。你去找大谷去吧啊。好嘞，我们进屋了啊。好，那还拉手吗？就别拉了，有点热。拉拉，有点热。来，兄弟们。哇，泳池哎，好像好像泳池来一圈。哥，我错了。好凉爽，好凉快，坐坐坐坐，天堂，这就是天堂。我要煮熟了。兄弟们坐好了啊！啊，让我们热烈欢迎杨九郎补位来。好，今天我带大家来这儿，主要是为了团建，鼓舞大家的精神，是不是？让咱们德云社更好起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念念念念念，滚！咱们确实需要团建了。来啊，德云文化，德云文化，快乐生活，快乐生活。我做了一个 PPT， 大家看一眼，来。德云逗笑社团建之旅，好，真好。哎，来翻译。德云社现在存在的问题有哪些？咱们每个人说一个吧，好吧？哎，好，从那边开始吧。啊、哎呦喂，我怎么第一个啊？补位先说，咱们德云社现在存在哪些问题？对，演员跟演员，演员跟粉丝，演员跟领导都可以说，都可以说。我觉得真的，咱们就是，拿您拿您来说吧，哥。啊，我觉得您问题就不少。哎，哥，哥，哥。真的没没事，不打。真的哥，我觉得您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。行，真的哥，真的，以后您要是再不按时吃饭，我就都吃了，好吧？啊，哥，真的。小梁，我今儿您不要再瘦了，最近瘦得太快。你老说他干什么呀？咱说德云社问题，对不对？啊、是不是哥、啊？你就是德云社最大的问题，你。干嘛呢？看我干嘛呢？我看你组织的不是很好。你来，我才不愿干这活儿。哎，啊，来，咱们注意听讲。如果说在德云社能不跟上课似的，您有脱口秀的底子，真的，兵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烧饼。就是大家伙觉得自己在德云社一年挣多少年薪，是你们的心理这个价位。这问题太尖锐，主要没人敢回答。我们怎么敢说？这个三块，我想给郭老师省点钱。哎哎，九良呢？那就我向副总看齐，我也三块钱，挣多少钱都行，反正我也算不明白，反正都行都行。你们要都这样，可十发了哈。那我分他一半吧，我谢孟哥，行，我分你一半吧，一千，你太惨了，一千一千。